你就跟他说，哎，老板啊，因为疫情来到所以呢，这两个月、三个月，接下来的这三个月，暂时呢，你的租金不用付了，你的员工的工资呢，也暂时不用付了。我想问，如果今天在这个屏幕之前的你在看这个直播的伙伴们、朋友们，如果你现在你是做传统生意的老板，也面对这个的问题的话，我想问，刚刚我所说的是不是你最想听到的一个事情呢？所以啊，其实我超感恩，在7年多前、8年前嘛，就通过我的朋友，我的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装钻石 Harris 啊，他就把这个机会带到来我身边。在过去的8年呢，我也得到很多的大领导了去帮忙，才有今天这个小小的成就。让我想起啊，我真的很感恩，在过去这两三个月，我到底做了什么？在外面好多的，你看刚刚我所说，老板们他们不单止没生意做，还有很多的要付钱的东西啊，还倒过来。但是我们呢，就是过去建立了通过一段的努力，当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宅在家里呀，但是这个收入还是继续的来的。所以，刚我所说了，如果做生意的人是这样，如果上班的呢？上班的现在很多啊，都是放无呃那个叫什么无薪假期啊，有一些啦的企业开始啦就裁员了。所以本来他们可能觉得很安稳的，哎，但是现在可能出现一点的危机。如果真的给裁员了，真的停薪留职，听得懂吗？就没有工资发，但是呢，把他的职位还留在这儿，还留在这，OK。所以，如果现在他出现这个状况，那如果上班的人怎么做怎么办呢？你说啊，他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我想问，现在找工作容易找吗？不管是上班的人，当老板的人，所以如果今天有杰斯这个机会出来，我想问，对上班族的人，是不是他们想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创业，但是后面没有什么的承担，没有什么的负担。对一些的老板，那到底他们做了很多年的传统的生意，到底他们想不想转型呢？现在去找一条出路了。所以第二个事实是什么？第一，确定现在很多人要找机会。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哎，结识这个机会是不是他们想找的？OK，当我们如果确定这两个事实的话，我相信其实我们的我们的心智模式可能开始改变了。改变了什么？就觉得，哎，对呀，我应该呢，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应该大力的出击啊，什么，大量出击啊，就大量的就去动了，OK，好，进入了今天呢，其实我准备好了一个主题，可能大家呢最早的时候刚刚都有看到。这是做好你的第一棒，什么意思啦？很多伙伴们那么说，哎呀，这是这个生意，我刚刚加盟，哎，我不懂得怎么做。其实真的很简单，这一个啦，就等于我们去跑一场400米的一个接力的比赛。好了，我在这两三个月，我发现，OK，网络上有一句这样的说话，说什么呢？当退潮的时候，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游泳。我就发现，哇，这两三个月，我看到有一些的伙伴们真的，他们喜欢呢，就是不穿裤子游泳，什么意思啊？退潮了嘛，他的功力就出来了，就能看到了。所以呢，刚刚我所说的这个接力赛，这个400米啊，
接力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哦，可是啊，奥运啊就延迟一年哈、哦，但是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这个接力是怎么跑的？就有如果400米哈、哦，不是有四个人嘛，每一个人负责100米嘛，所以今天如果伙伴们你们是新加盟不久的话，你只要做好你的第一棒，你的第一棒是什么？很简单，暖身、邀约、确定好使用的工具、推崇 ，That's all， 就是这样，没了，没其他了。你后面的你不用担心，因为什么？你不用担心，哎呀，我怎么去分享？结识这个生意，哎呀，我怎么讲到跟 Denise 刚刚讲的很专业，哎，我不懂啊，那个产品的我也不懂，哎呀，那个营运的模式我也不懂得讲。No， 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好刚刚我所说的第一棒这四个动作。但是我发现哈、哦，很好笑，昨天呢，我有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不穿裤子游泳的人，他找我帮忙哈、哦，但是我发现他的底功啊是没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啊？看电影 ，OK， 好了，想象一下，我们来想象一下，当如果有一区的电影，你超喜欢的，你期待好久了，期待了几个月的了，就等等什么？等它上映，然后你要去电影院去看，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我想问你最担心的，你最不想的是什么？就是剧透。如果有一个人他去看了以后，他回来告诉你，哇，朋友，这个电影超好看，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男主角了，女主角了，怎么中间的这怎么，最后结尾的时候，哎呦，这那个男主角呢，就跟另外一个一起了。当你如果听到这个局，听得懂吗？局是局透露透局透 ，OK， 我希望我没讲错啊，局透。就你如果你看一个电影，你最怕就有人跟你什么剧透。当如果有人剧透了这个电影给你知道的时候，我想问你再去看这个电影呢、啊、是不是差了一点啊？就没有那个气氛，没有那个期待，没有那个紧张，因为你已经知道前面中间后面到底是发生什么的事情。所以呢，我发现在我们这个生意上面呢、啊、很多的伙伴他们也是做剧透，你明白吗？你邀约朋友的时候去暖身、哦、他就跟朋友说了邀约，哎，有个很好的生意，他呢现在呢已经了10年时间了，去了100多个国家，而且呢获奖好多啊，而且产品呢他是护肤品呢、配权呢、哎呀，那个配权呢可以了，吃了怎样怎样怎样的呢，已经讲就出来了，你明白吗？你把整套的电影都讲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要做的是什么？刚刚加盟不久的，其实我们要接力嘛。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不是剧透，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做一个电影的预告。大家有没有上网哦，去曾经看过一些电影的预告？这些电影的预告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把整套的电影部分最精彩的镜头对白就把它打出来，然后呢凑成一个了短短的可能1分多2分钟的一个的 trailer， 英语他们叫 trailer， 那中文呢应该是预告吧，一个电影的预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看完这个预告的时候，你就期待你会买一个票去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所以我们把电影的这个的东西把它拉到我们生意上面也是一样。杰斯，我们现在这个生意就是一个电影。好了，那怎么吸引你身边的朋友去看这个电影呢？怎么能吸引你的朋友可以去认真的投入的去了解
整盆的生意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剧透，我们要做的要打一个电影的预告出来。那这个电影的预告了就是什么？就是邀约。在邀约之前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暖身。所以啊，其实呢，暖身哈，在过去呢，很多有些的伙伴他都经常跟我说，哎呀 Patrick 啊，我暖身啊，我已经跟朋友聊天了，但是呢，跟朋友聊的过程当中呢，我找不到他的缺口，都没有，他都说生意怎样，生意啊都可以啊，都挺好啊，那工作怎么样啊，工作啊都挺好啊，那他说怎么聊啊也聊不进去。But, 大家想一想哦，我刚刚说我们两种的心态去面对现在的状况。一就觉得哎呀朋友现在啊都忙了，都宅在家里了，哎呀我又不可以约他出去谈，又不方便。那所以呢，这个是一种的心态。当你另外一种的心态是什么？现在才是我们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拥有第二种的心态的时候，这怎样啊，你就觉得喂，现在去找缺口超简单，甚至乎啊，你不需要去找，那个缺口自动出来的，对吗？有些很安稳的工作，现在他发现哎呀老板生意少了，哎呀他担心呐、看到老板呢开始少人工少工资了，开始减人了，对吗？如果做传统生意的也是一样面临啊。所以呢，我觉得两个事情，第一，现在去找缺口更简单，第二，怎么？第二就是找缺口更简单第二就是呢，我们去多一点去关心我们身边的朋友。所以呢，其实我都有个习惯哈，就过去啊，我是每一天我都看一次，但是在过去这五天左右吧，那我也没有看新闻了。我鼓励大家 ，OK， 新闻只是你看去拿资讯，看新闻拿资讯，这不是去追新闻，千万别把我们的精神投放了在这个事情里面，不然它会拉散我们整个的那个精神啊，它会拉散我们的。所以呢，当你看到新闻哦，好像我在法国，我在意大利，我都有朋友啊。那有一天呢，我打开新闻啊，我一看，哇，那么厉害，意大利一天呢、有几千个确诊啊。那所以呢，我就马上怎么，我就微信我在意大利的朋友，我就问他，哎，谁呀、一段时间没见，哎，我刚刚打开报道，我发现你们国家在意大利啊，一些很严重啊，哎呀，你那个物资啊，买东西啊，能买得到吗？我看新闻他们都在抢啊，抢那个物资啊。所以当看新闻的时候，你就主动你去关心你的朋友 ，OK， 或者你就知道，可能你就问他，哎，最近怎么样啊？你是留在家里工作啊，还是照样要上班啊？那现在呢，外面真的要小心啊，怎么？我觉得当你有一段时间没见的朋友了，这个时段其实最好呢，就是跟他去关心他聊天的时候。当我们跟他聊天，这个缺口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拿到出来了现在。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时段，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其实是更好做我们的生意。因为什么？一，比较好聊；二，人们现在更需要机会。可能你的朋友，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过去他们比较安稳的时候，他不会想的。好像我自己一样，在2009年Harris 我的推荐人，他是香港第一个嘛，然后当时候呢，他很早了，他就跟我分享结识这个生意。但2009年的时候，我的生意也在高点啊，在高峰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赚钱嘛，所以我觉得哈，我还需要找更好的机会吗？我认为当时候我的机会是最好的了，因为我在赚钱。但是通过三年时间，我的生活的状况，我的生意
改变了，我掉下来了吗？生活产生改变不安稳的时候，这个人的思维他会变的，他会打开思维认真的去看，哎，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认为现在其实是更好的机会。好了，所以哈，刚刚呢我讲这个400米啊，这个400米是什么概念呢？很简单，我们跑第一棒，你就做好什么暖身，然后邀约，确定好所使用的工具，然后推崇，你做好这一个部分，然后就怎么，你就交棒，交给谁啊？交给你的领导人，交给我们的 Zoom 线上的这个视频的会议。在之前哦，有部分的大部分的国家呢，我知道好像我们香港啊，我们都有线下的 OPP 的，线下的 OPP。 那大家想一想哈，当如果这个 OPP 就是什么，就是创业的说明会，当如果我要把一个朋友带到这个会议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的动作？我相信你不会就把朋友带到现场，你就替他进去， OK， 你进去听嘛，一个小时好好听，你会这样做吗？你不会啊。你会怎么？你先把你的朋友带到会场，然后呢，在会场呢，你会把他介绍给你的领导认识，你会 把他介绍给你的推荐人认识，目的是什么？去做一个会前会。所以这个400米，当你做好了暖身、邀约，刚刚我所说的确定好他的工具的时候，在会议的当天，其实我们只是把线下的会前会把它搬到云端而已。那所以刚刚我说嘛，退潮了就发现很多人没穿裤子游泳，这一个啦，在过去这两三个月，哇，我自责啊，我看到好多啊，因为这个底工他们都没有做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强化这个底工啦，我觉得是非常的需要。好了，那到底这一个我们怎么去做呢？这个会前会哈，我建议哈，就在会议，好像今天我们刚刚不是 Denise 去帮我们分享整个的杰斯的商业的模式嘛？好了，今天的会议呢是10:30，在中国时间哈，北京时间10:30开始嘛。好，那一般呢，我们可以约这个，我们不是有 A B C 法则嘛？这个 B。中间的 OK 就是你了哈，你呢，你可以呢提早，你就约他今天早大概20分钟或者15分钟早一点上线，然后呢你自己在你的 Zoom 伙伴们，你应该我会知道哈，你可以免费都可以召开一个会议的。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是一个 B 角色的时候，你应该约了你的朋友今天参与我们的 Zoom，你可以呢在昨天就找你的领导人，告诉你的领导人，哎呀，领导人啊，我明天呢10:30我约了一个朋友呢在上线去了解杰斯的模式的。那你的领导人呢可能就会配合你， OK， 没问题，你就约好你的领导人在10:10亚洲时间呢，我现在说哈，10:10或者呢10:15就可以了上去你安排的这个聊天室 ABC 法则吗？你是 B 吗？你开一个聊天室出来，邀请你的领导人，邀请你的新朋友呢，一起三方在这里可以通话。那到底你该讲什么呢？当然你需要的就是推崇，对吗？我就做一个示范哈，如果我是 B， 现在如果我是 B， 我就示范，我说哎啊，新朋友啊，你好，这一个就是呢，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他呢，在传统生意里面呢，非常有经验，也是呢，通过了几年的努力了，现在呢，在这个新的平台呢，在这个新的模式的一个平台呢，帮助了好多的人，这一个就是我的朋友，那昨天呢，我就跟我这个的朋友呢，聊开。那他呢也是传统的企业主的，那但是发现这两三个月啊，
他就发现，生意呢，真的会受一点影响的，所以呢，他很想呢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新的机会。那所以呢，我就邀请阿 A 呀，我呢，我就想问问，其实我知道你在这个平台帮助了好多的人，其实你介不介意我租你一点点的时间来可以分享一下过去为什么你从传统生意转型过来这一边的？好了，我停止了。刚刚我所做的这个是什么？线上在云端去推崇这个 A，把 C 朋友介绍给 A 认识。当我这个 B 做完的时候，A、C 他们就可以沟通了。那到底这个 A 角哈，这个小 A 呢，所做的是做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两个事情。第一，首先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自己的故事来把那个冰啊把它破开，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不认识嘛，A 是不认识嘛，所以呢，现在 A 角师的话，首先第一，我觉得是用自己的故事来做破冰。第二，目的是什么？目的我不是要，sorry，A 不是要跟他讲解释的内容，不需要。因为什么？因为亚洲的时间10点半就有一个 Zoom 的会议，Zoom 的主持，Zoom 的主讲的嘉宾呢，他会跟他分享的了。所以这个 A，我觉得要做的是把他的思维打开。我分享一下我一般的做法好吗？我一般的做法是怎么啦？我就用我自己的故事啊，我说，哎，你好啊，新朋友，我变了哈，刚刚我是 B 哈，现在我是 A 了。我一般呢，我会这样做的啊，新朋友你好，我会问一问他，哎，我刚刚听到 C 说你是做过去做贸易的生意，其实是哪一个方面的？聊天聊一阵子，然后我就可以，我就说我自己了，哎，是，其实我过去呢也是在传统生意啦，在打滚呐，我自创业20多年了，不，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所有的资金啊、钱啊，我的资产所有都没掉，还负债很严重。那很难得，当时候呢，就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分享这个事业的平台。那我那个时候我就二话不说了，我就马上怎么？我就马上呢，把我传统的企业顾问的公司，我就把它割掉，我就不做了，全力以赴的，我就在这个事业的平台发展。那想回来了，现在已经差不多8年的时间。但是在这8年呢，我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我过去根本没时间陪伴我的家人呐。但是在过去这8年呢，我经常好多的时间，我都跟我的家人可以在一起呀，跟他们去玩啊，去旅游。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才是我过去要做生意的初衷。因为我做生意，我最想的就是，哎，赚到钱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时间。但是我发现，我打滚了20多年了，我发现生意越好啊，时间越少；生意不好了，也是没时间。OK，所以，OK，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停一下哈。这个就是我用故事怎么来破冰。OK，有些时候我也会分享，哇，我的生意啊，现在去了70多个国家了，已经。那所有，因为我们都是做空中连锁的，那所以呢，现在连锁的网店呢，已经超过8万多家了，就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明白吗？你讲一些点子出来，来吸引他，你明白吗？这个也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电影的预告。新朋友啊，这个 B 角是刚刚这个，刚刚 sorry 之前哦，B 已经做了一个预告，对吗？就把它带到 A 的面前了，然后 A 也是再做一个预告，这个是预告上面的预告，你明白吗？就准备什么啊？电影又开播了，准备进入那个高潮了。所以呢，我们是把朋友慢慢带引过去，目的是什么？不要用他过去认知的东西。不要用他过去知道的东西来判断接下来他所听到的事情，
不然很多人会误会，你明白吗？我在2009年的时候 ，Harris 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误会啊。因为他拿一瓶那个精华啊，就拿一瓶东西拿过来，就跟我讲，哇 ，Patrick， 这是发达了，发大财了。我就想啊，你一个好好的工程师，你干啥去做这个卖东西嘞？就变成你明白吗？我就没有兴趣了，我误会了。所以呢，刚刚我所说哈，回来了。A， 首先用自己的故事。二，协助他打开思维。那我一般呢，我会用几个的小故事的。OK， 那第一个我常用的就是我会讲诺基亚。OK， 我会这样说的，我跟他，哎。某某老板，我相信哈、哦，你都知道有没有曾经听过诺基亚？他说哦有，诺基亚曾经是手机手提电话龙头大哥啊。那他怎么啊？就他诺基亚是龙头大哥嘛？不，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可能你都知道是什么？那他就给微软给他收购嘛。那他收购的当天，他。就邀请了这个总裁上台致辞，那讲了两句流泪下台了。他说什么？他说上台的时候啊，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企业会变到今天这样的，而且我没有做错，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想告诉你，其实好多时候不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做错，是什么？是有人在背后默默的起革命。这个是谁？这个是苹果，这个是三星，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华为。别人已经在研究很多新的技术了，把这个诺基亚还在还在研究呢，12个按钮啊，怎么把那个游戏搞得更好啊。哎，别人已经有个远见了嘛，前瞻已经看到了，但是诺基亚还猛然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龙头大哥，最后给别人杀掉，也不知道死得不明不白、啊、当他知道的时候要追啊，太迟了，爱得太迟了，变得太迟了。所以其实时代不断的在改变，其实我建议不可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虽然我们看到哇，市场不断在改变，商业的模式不断的改变，但是我自己体会到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体会到的是，最重要，我们自己的思维有没有跟着去变？如果我还用以前的这一套来看现在新出来的东西，我会看不懂啊。OK， 这个是我讲第一个例子。停下啊，我这个是我这个其中一个例子，我就让他不要还想自己是大老板，不用再想过去你赚钱的模式是怎么样，来看现在新型的模式，他肯定看不懂啊，也看不起啊，明白吗？另外有些时候我也会举多两个例子的，我说以前的传统的生意竞争的都是你很明显呢看到你的竞争的对手的，对，但是你知道吗，在中国哈、啊、国民的美食那个方便面每年呢、啊、是几包的递减下去啊，到底会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个口味出现问题吗？ No， 非也。你说那个他反而他的款呢、啊、越来越多啊，对吗？那个夸款啊，哇，有些有干捞面啊，有些什么这拌面啊，很多款式，还找大明星来做什么代言人，那为什么业绩还持续的下滑了？把它干掉的不是康师傅，不是他的同行，是一个蒙着一个面的，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美团，对吗？那在中国现在要吃什么，就像你的手机，你的嘟嘟，你打几个字，然后30分钟之内热腾腾的送到你家了，海底捞你都可以，美团啊。所以还有人吃方便面吗？所以现在这个年代，
把我们传统的企业主干掉的不是我们的同行，是什么？是一些可能我们不认知的。所以呢，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待会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把思维打开，别用我们过去的眼光，我们过去的认知，我们的知道来去看现在这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因为真的我不会看不懂。好了，我又停一下好吗？这个是第二种呢，我经常拿来讲的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会讲大润发， OK， 我现在今天如果有些大中华的伙伴在这儿讲大润发，你们都肯定有听过。大润发也是一样啊，其实他过去连续的19年不输给任何一个企业，但是他输给了这个时代，阿里巴巴马云把他搞定了，对吗？时代在改变，我们一定要跟着趋势去走。这个是我有些时候我所用的第三个例子。所以呢，我在这里分享了今天呢，就是给刚刚解释的例子呢，可以呢给小 A 一个参考，对吗？我们当小 A 的，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打开他的思维，然后吸引他要进去。而且呢，最后我一般呢我都这样做的。我这怎么了？如果他上线，因为刚刚今天是10:15他就上线了嘛。好了，讲到可能20多分了，讲了10多分钟讲完了嘛。我是 A 哈，马上我就鼓励的了。哎，时间差不多了。哎啊 ，B 朋友啊，那这样，你现在呢，赶快就邀请呢，你教导啊 C 朋友呢，怎么进入我们这个国智的聊天室。因为呢，这个是全球开播的，所以呢，也有名额的限制。现在已经还有5分钟就开始，我觉得你现在马上你带你的朋友进去，阿 B 啊，马上你现在带你的朋友进去，不然呢，待会满呢，他就进不了的了。你明白吗？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比较紧张嘛，他就很认真了。当他进去的时候，他就很认真，他去看。你明白吗？再不会刷手机啊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一整个的配合，你明白吗？刚刚我所说的跑着400米，现在开了，头100米很清楚了，对吗？就是这个 B 角所做的前面的功夫，做什么啊？暖身、邀约、确定他的工具。这个确定他的工具什么意思哈？就是到底你的朋友懂不懂得用 Zoom 呢？有没有用过了？如果他已经有用 Zoom 来开会，那非常棒，他就知道了，只要给他号码就 OK 了嘛。如果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话，我们当 B 角色的必须要确定他是不是成功安装，然后是不是能成功上线。 OK， 确定了工具，然后做懂推崇，告诉大家这个生意就是那么简单，后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啊。头100米谁来跑？你来跑。记得来伙伴们，如果今天你看了400米的接力比赛，好了，都那个 on your mark set go， 就叫你跑。如果你跑第一棒的时候你是怎么跑呢？你不是全力以赴的去跑啊，你是这样跑。你没劲啊，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做好第一棒，在后面接你棒的第二个，他看到你什么？你猜他会讲什么啊？哎，傻瓜，你干啥？你快点，你认真一点吧。所以你明白你的领导人的心态吗？有些时候其实你的领导人比你更紧张啊。我说紧张的是什么？就很无奈啊。哎呀，你要把这个生意做好，为什么你不把前面这一小段的把它好好做好它呢？当你跑到100米的时候，推崇，刚刚我所说了，在输之前你不是交棒吗？啪，你就交下去，那你的小 A， 你的领导人，你的推荐人就接了你的第二棒。
在这个第二个100米就做什么？就刚刚我所说的了，哦，他就会打开这个新朋友的思维，就打另外第二个更强的预告，第二个电影的预告。好了，当第二棒也 OK 了，你看你的小领啊、你的推荐人、你的领导人、你的小领导，是不是把棒交过去，啪，第三棒呢？第三棒是什么？就是我们送的会议啊，或者可能人比较多，那可能你不单只是这样说嘛，可能你每个团队哈、哦，你们自己可能都有一些创业的说明会，或者邀请呢，可能你们的领导人啊，在可以在线上去帮你去聊嘛，所以你就交第三棒的时候就交到我们系统里面了。好了，当了解完了以后。最后一棒是什么？最后一棒就是缔结成交。所以大家你发现你做好第一棒，我说后面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这个首100米是很关键的，是最重要的，你不用担心后面第二棒第三棒跑得好不好。我告诉你，跑第三棒的都是最好的专家，都是你明白吗？都是领导人，都是在这个生意里面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只关注的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做好你的第一棒？那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的主题。我希望哈，疫情呢，我也相信很快的过去。朋友们，伙伴们，千万别再不穿裤子游泳了，因为退潮的时候就能看得到你是怎么游的了，好吗？从今天开始把裤子穿上 ，OK？ 所以呢，在这里啊哈，我也祝福大家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哈，疫情快快过去，回复啦，我们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也是一样，都可以了，回到过去一样。都有一个平稳，都有一个安康的一个人生，一个社会，好吗？那我希望有机会下一次我们的在普通话的这个培训可以再见，而且呢，记得好好的借力，因为不单止呢，在普通话的我们这个 UHS Channel 的这个培训哦，还有呢，每个星期三呢，我们也邀请到艾默老师来为我们呢去讲很震撼、很震撼的课。所以呢，千万别自己上去，记得邀请你的伙伴们。还有呢，其实如果呢，我们也可以借力这个工具啊，艾默老师的课啊，你可以呢，去邀请一些新朋友，你明白吗？就推崇一下，你就说，哎，这个老师过去啊，帮助到我的朋友了，你可以讲故事嘛。从过去的怎样变到现在这样了，所以呢，这个老师过去呢，都是在线下全球去开课的，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我朋友这个团体啊，他就邀请了这个博智的大师啦，在线上开开播，但是呢有名额的限制的，那最好呢我也拿到免费的名额，你明白吗？所以呢，你推崇一下，就把这个朋友呢，你可以把这个新朋友呢，给他看一看，听一听。特别是传统生意的，我觉得非常受用，在刚刚的第三课，好吗？好好去借用借力我们的工具，我相信很快可以了，恢复到非常美好的人生。OK， 那有机会我们下次在线上再见。那今天我的分享呢到这儿，拜拜。